诸位同学，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，这首菩萨的寄颂第六首，我们学完了，下面第七首之前，清凉大师有一段开始，我们把它念一点啊。第二五记啊，就是从第七到第十一首。大前舍难，文分为三，初三级正大前难，就是第七、第八、第九这三首。次一呢，就是第十首，十乘前一，幕后一首啊，是第十一首。有一记佛机入学啊，这是把后面这个五首记分为三段啊，先呢在这个地方交代清楚。下面经出先明大义，次是次正舍文。大意里面清凉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要细心的来学习。经初啊，这就是先明大意啊。前问有三种，经此三句夜夜具答上至三问啊。第一，直而问名啊，既有种种啊，何缘不相知啊？既然宇宙之间有种种种种法，无量无边之法，为什么个个不相知啊？前面五首记已经大尽了啊，大完了。这是既不相知，何缘种种啊？这个后面五首记要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了啊，既不相知，为什么有种种？大有四因啊，这个四因我们必须要记住啊，后面五首记都不离开这个原则。第一呢，妄分别故；第二呢，住实熏习故；第三呢，有无性不相知故；第四，真缘真如随缘故。初级啊，第一首级含着这里面呢两个音啊，就是第二跟第三，住实熏习，无性不相知。于二各一义啊，然此四因，但是一致，未有妄分别为缘，
令真如不守自性，随缘成有。诸时熏习辗转无穷，若大妄缘成净缘起。这一段为我们说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什么样的因缘而生起的，那么总说有四因，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说，四因不缺了，方成缘起甚深之趣。一切妄法了。你看，第一个是妄分别故，这一句就是大乘教里头常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心想，那心是妄心啊，想就是分别了。那么这句话呢，也就是象宗经论里面所说的为识所变，佛在大经华严里面给我们说，宇宙之间一切现象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现识变，几乎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啊。有心性，如果没有识变呢，这就是一真法界啊。大乘教里面常说的法性土，是诸佛果地上的境界。这个十圣身后面我们会读到佛境界圣身，可是由于真如不守自性，真如跟无明合合了，变成阿赖耶，阿赖耶叫本实。随着前面前七识叫转识，前七转识
这就是住世熏习故了。啊，这八个识，皆由四分。啊，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、见分、相分。这叫妄分别无明是个动向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明是静的，是不动的。啊，无明它才动。佛经里面呢，常常用水做比喻，水在静止的时候。不动的时候，啊，没有波浪，没有染污，啊，这个水湛然极净，它起作用啊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啊，山河大地倒影在水中。清清楚楚，叫照见，这是明。无明啊，叫动向呢，叫无明风动啊。这一动，这一池子的水起了波浪。一动呢，就夹杂着泥沙了，水不干净了。也有照的作用，啊，照到外面的境界，支离破碎呀，这叫。识别啊，所以这无明一动啊，就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了啊。那么诸位要知道，识不是数字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识。代表无量无边无尽呐，是代表圆满啊！真的法界是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啊！大分归纳为十大类。十里头又有每一类里头又有十类，这就一百类呀。一百类里头每一类的时候还有十类，重重无尽呐。啊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。所以众生在这个里面呢，越迷越深呐、啊！想在这个里面超越非常不容易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世间啊，十法界都是世间的，无量无边的法界也都是世间的啊，是
是讲的时间，见呢是讲的空间。啊，无量无边的法界都离不开时空啊。佛菩萨虽然慈悲教化，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，绝大多数种善根而已。啊，见到佛像，听到佛名，阿赖耶识里面种个善根，这个善根要起作用，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那么这就是经典上常讲的熏习了。佛家常讲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耳根是什么？听到佛法，听到佛菩萨名号。啊，阿赖耶识里面，这就有了种子了。耳如是，眼亦复如是。我们眼看到经典，看到三宝的形象，也种善根了。啊，善根成熟，真正是叫无量劫了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实在讲，答案很简单，你也能体会得到。一切众生，我们从无明心动真心，这清净心被无明染污了，这真妄活佛变成阿赖耶，就变成了本实，这就迷了。到今天有多久了？佛在经上讲啊，无量劫有无量劫，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流转，熏习染着六道里面的习气，太深太深了。啊，这个习气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出，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妄想、妄念。真的是前一个妄念灭了，后一个妄念生，念念不住，念念相续，它不断啊。啊，晚上睡觉睡着了，他会做梦，梦是怎么来的呢？梦还是妄念来的嘛。
没有妄念的人不会做梦啊。啊，妄念，这是细的，粗的呢，分别执着。啊，再说的具体一点，自私自利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起心动念，没有一个念头啊，不是为利益自己，自私自利的念头啊。这个念头很强啊，啊，所以像诸佛菩萨啊，大慈大悲，为众生不为自己，没有自己。我们在经上看了听了，非常羡慕。自己这种心呢，就是发不起来。我们常说，世出世间的圣学，古今中外，大圣大贤的，他们学的是什么？他们教的是什么？总的来说，不外乎沉静。仁爱、信义，啊，这些的目，我们听了、看了，能懂。也很欢喜，也会赞叹，自己做不到啊。啊，没有沉浸，不但是对别人没有沉浸，对自己也没有沉浸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自己骗自己。自己侮辱自己，你听到这个话说，哎，世间会有这种人吗？你要是细心观察，不要观察外面，观察自己，原来自己就是的呀。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凡夫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啊，然而不净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总是迷邪染所以接触到圣教了也回不了头来。
啊，这一点我们也要细细的去观察。你看学佛的人有多少？真信的人有多少？啊，学佛跟真信呢，那就淘汰掉很多很多了，不止一半呐。十之八九啊！啊，所以学佛不是真信啊。从真信到真正能理解，哦，这一淘汰又是十之八九了啊，都被淘汰掉了。真正理解而能真正肯干的人，依教奉行，这一层一层的淘汰到最后啊，没几个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将近70亿啊，学佛的人比例能不能占到1/10呢？啊，就算是1/10吧，1/10是7亿人。这7亿人里面，真正修行成就的啊，成佛成菩萨的，你们想想，这7亿人里头有没有7万人？我想大家一定会摇头，没这么多。7000人呢，还疑惑，说700人呢，有人点头，可能会有哦。700人，70人大概有，不成比例啊。啊，幸亏有一个念佛法门，啊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不能不算是成就。啊，以念佛法门来成就的，我们相信学佛同学里头啊，70000人应该是可以相信的。念佛往生净土，如果不走这个法门，700人成就，我们都没有人能相信。啊，早年谭旭老法师在香港讲经说法，他老人家常常说啊，啊，在他一生当中，他所见到的、所听到的学禅的、得禅定的，他见过，
啊，也有很多没见过面、听说过、开悟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不但没有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啊，学密宗成就的，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上师。叫他亲自告诉我的，他在这一生当中啊，知道用密宗成就的在中国只有六个人，差不多半个世纪啊，只有六个成就啊。他自己往生的时候还念佛，他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靠得住啊！啊，他在那个病重的时候啊，一天14万声佛号。真的是万缘放下了啊！一天14万声佛号啊，念佛走的所以末法时期闻到这个法门呢，纯正之法了，你能成就啊。这个缘起甚深，诸佛如来的境界，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啊。这个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对于净宗法门也只是两信而已啊！啊，里面甚深啊，这个真是甚深之甚深，没有成佛，这个成佛是究竟圆满佛，才彻底明了。啊，可是方法简单啊，甚深我们不明了没关系，到极乐世界就明了了啊。只要依教奉行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。啊，我们要珍惜这一生，人生难得了，太难太难了啊！这是讲到甚深缘起啊。我们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啊，那么在这一生当中，接触到佛法，能生欢喜心。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生中曾经多次得到佛法的熏修啊，阿赖耶识里头种子不少了，这一次一接触到的时候，那个种子起心心把阿赖耶识的那个佛种子啊引出来了，生欢喜心
啊，但是还是不能够老老实实一教奉行，这什么原因呢？种子还不够，虽然有，也很多，还是不够多。啊，怎么说不够多呢？跟烦恼一比的时候差远了。烦恼习气那个种子超过我们阿赖耶里头储存这个佛种子啊，多得太多了。所以这个种子虽然遇到缘，起现行，依旧敌不过烦恼种子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明了之后，加强熏习。啊，烦恼习气那些种子是不要去理它。啊，它起来也好，不起来也好，不去关心。把这个佛种子要大力的来培养。啊，怎么培养法呢？天天念佛，天天读诵，天天依教修行，加强。只要真正做到像古大德讲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过去生中这些种子虽然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，由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到了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没有间断，很快呀，就把这些种子壮大了，成为强而有力。再遇到这个净宗易行道，这个便宜可占大了。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。品位高下不要去管它。藕益大师讲得好啊，凡圣徒、同居徒、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很满意了。这话说的有道理。凡圣同居徒下辈往生是决定靠得住。这个机会，古人讲千载难逢，不迟。彭济清居士讲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这一天呢，这个讲的没错啊。开经记上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怎么能不珍惜呢？我们现前每天在网络，在卫星电视认真努力来学习，稀有的因缘呢，我希望我们同学们共同的勉励，大乘经教的熏修有很大的好处，有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是让我们对于诸法实相逐渐逐渐明了了，明了知道诸法
不是真的，妄分别故啊。啊，这就是说从心想生，这心想是妄想，所以妄想变现出来的法妄法了，不是真的呀。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啊，在我们这一品经里面几乎占全了啊，菩萨问明品这一品经里头无非就是解释啊，金刚经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要真正懂得了，不必劝你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不知道这是虚妄的，把假的当作真的。啊，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慢。啊，念念想控制，念念想占有，死都不肯放手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死了这个念头没有放下了，业力带走了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迷邪染啊，所以佛门一入门第一堂课传授给你三皈依啊，三皈依是觉真经，翻邪三皈，你们想想看，圣教啊，一入门就把最高的原理、原则、方向、目标传授给你，丝毫没有隐瞒啊！中国古人常讲“活盘托出”，全部都拿出来了。啊，教你转迷为觉，觉而不迷，转邪为正啊，正而不邪，转染为净，静而不然，第一堂课就教给你了，说明九法界的众生迷邪染啊，这个九法界呢，就是迷邪染的程度不相同啊，越往上呢越轻，越往下了越严重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人道，我们的迷邪染，在这一生当中，要能逐渐逐渐减轻，这好现象往上升啊，如果不信
迷得越来越严重，那来生往下坠落，坠落到底谷，全迷、全邪、全染，阿鼻地狱。啊，纯觉、纯正、纯净，是诸佛如来啊。设法界就这么来的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我们今天在华严，华严只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41个阶级。41位发生大事，他们可以都说是纯净、纯正、纯觉。那个纯里面呢，还有讲究啊，啊，还有高下之分啊。他们里面这个高下之分呢，九法界的众生呢，看不出来。实际上他真有啊，看不出来。这是什么情形呢？我们拿学校来做比喻。啊，现在学校的制度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，研究所啊，你看他有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。这个就像设法界一样啊，一真法界是什么呢？一真法界就像研究所的博士班啊，这一班人数也不少啊，啊，这一个学系里面啊，念博士学位的啊，我们也假设这个里面有42个人这是一般呢，这一真法界这一般呢。考试之后啊，还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就像呢一真法界里面的41位发生大事啊，41个阶级，他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啊，他不像设法界那么样的这个明显，啊，和一个班级一个班级不一样，啊，一年级跟二年级不一样，二年级跟三年级不一样，他们是同一班，一真法界同一班，同一班呢有程度前升，还是有差别。啊，这个比喻虽然不能比喻得很恰当，比喻只能比个大概啊，比个方法啊，啊，希望诸位从比喻当中去体会。啊，一真法界是同一个一般。啊，设法界的是10个年级，啊，那个不一样。所以相都是虚妄，都不是真实啊。缘起甚深里面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，正如清凉大师底下这个一段说得好啊，然此四因但是一致，唯有妄分别为缘，令真如不守自信，随缘成有，住时熏习，辗转无穷，若大妄缘，成净缘起。
这个后头八个字重要啊。达是什么？通达，明了啊。你把这个虚妄的根源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然后这个缘起叫净缘起啊，你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这个缘起是染云起，染净不一样啊。啊，染缘起里面修任何法门，出不了六道。啊，染缘起里头遇到净宗法门的时候，还是得救。能把染转成净啊？什么是净呢？那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净。你们想想看，你在这个世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你修善，善是利益别人，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，果报在三善道啊。你要是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这造恶业，果报在三恶道。那我今天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哪一道呢？这个六道里头，三善道没有阿弥陀佛，三恶道也没有阿弥陀佛啊。六道是染缘起，我们在染缘起，那就叫待业。我们没有通达妄缘啊，没有这个功夫啊，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可是这一句佛号念得很好啊，妄呢，不管它是真呢是妄，放到那边理都不理它，专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所感得的果报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净土。到净土了，当然就把染缘起转变成净缘起了，不比到极乐世界在现在就转了。功夫念佛功夫念得好的人啊，念得得力的人啊，这个世界染污，他的身心不染污，身心清净啊，这是我们在讲习里常说的 心清净则身清净，身心清净呢则境界清净。这是现前在我们这个世界呢，中峰禅师，你看在这个三十心念，我们今天这做三十心念呢，你们都念到了。你看他老人家的开示啊，净土即此方啊，此方即净土啊，这话不是假的。心经则佛土经，这都是大乘经里面的话了。啊，怎样才能到清净呢？要放下万缘。啊，我们说的具体一点，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不打妄想了。心就清净了啊！你看这话这么简单，可是境界现前呢，我们还是妄想分别执着。你说这什么原因？就是我先前讲的，我们迷邪染的那个种子太多太多了啊，觉正见的种子很少，
敌不过迷心染，境界现前依旧堕在迷心染之中。道理在此地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